要么听你的，先过来。想通了，想通了，好。柱子，不瞒你说啊，赵如海平反这事儿，急得我是后背都起火疖子。我给齐司令上了发条，我得让这个老马蹄表嘎噔嘎噔的给我转起来。柱子，说实话，这个事儿真的难办。为了彤彤和瑶瑶，再难也得办。我就是喝出这张老脸不要了，我也得办。等老赵的事办完之后了，咱们马上把彤彤跟瑶瑶接过来。那我就先过来陪你。就你这破身体啊，别人照顾我不放心。那当然了，吃不上你做的饭，啥病也好不了啊。